还顶下。哦，红泥，完蛋了，我要吃一血。不给他一血，现在给他一血太亏了。死追我为什么？旁边那么多人，为什么要追我？没给他一刀，不让干预，认真的吗？那这样，他那个高进度，那我去救吧。回防，没回防，死追吗？大，应该往我这里。要死！硬修吗？这么硬？下 ，nice， 修，修开 ，nice。他躺，没躺，啊？他是有 DH， 哇，他是个大招，哎，这修开的。在底下补血，兄弟，别走！到底在干嘛？都在下面啊！啊，对啊，都看不到。哦，一堆人在这。我找人补血，跟 PO 补。我吸手合作真的好用，神技耶！没照到，可惜。
为什么？他为什么不走？他为什么？看不懂，为什么他要在？没有，把他拉过来。然后，那我这台高几率修不开，因为他拉过来。那就开门。速度好快啊！他可能有一刀哎、欸，他应该是有一刀，没有。先帮他补。哇！不要动，医师在开那边的门，他去追P4，没有，他抬了，哇，直接走，认真的吗？这么硬哦，这些人。先给他拼三次，我还有 DH 可以拼。哇，他还是出不去，那应该跑另外一边了，可惜了，不然这波比他活起来了，可惜了，